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welcome on stage Mary Chan.我坐在台下，看到所有的top producer，看到他们上台领奖，在当时，我坐在台下的时候，我就对我自己许下了我对自己的承诺。这十年来，年复一年，我真的很感谢，我很感谢上天对我特别的疼爱，我也很感谢我的客户们年复一年，他们给予我最大的支持，最大的鼓励。如果到了今天，你问我， 明年你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，就是我有这么多位的客户们，他们并不把我当作是一个 agent，他们把我当作是他们最要好的朋友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。